last before we fly, 我现在口很干，刚才那个 burger 我想喝，我有喝 Pepsi 嘞， but 我不懂诶，I just 哇，甜呢，然后我们现在在飞机上面，就是有点累了，一点呗。 其实是很累，不然我们就不会 skip 掉南美来了。现在是超级闲，要回去做工。呀，我想到哦，很闲，回去看 credit card bill。哇！对啦，我们也没有欠很多啊。对啦，还有剩钱，还有剩钱，等下你记得跟我换一点新 dollars， OK？ 3-0 on the rate。9天就这样飞过去了。 我最喜欢釜山的人，太热，不然的话 OK 了。那釜山的这次来说，啊，对，很 lucky，这是一个 bonus for us， 我们也没有自己没有猜到会。 真的会瞎了，我以为来哦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下次可以跟林，希望下次林就跟我们来，但是不要带小孩哦。我不会放你顾哦，我们没有人帮你顾，我自己看自己都现在没有空。这冰回来的时候也可以一起。哦，跟冰一起去啊。冰也在，有看到雪吗？在台湾没有来。台湾带下雪。他在有去日本看过，他没去日本，他有去过日本，去雪天雪。 下雪那天没有很冷，反正我真的觉得是雪山那天真的是不是很冷，那天超级奇怪嘞，可能我们太 happy 太 excited 看到那个雪了，因为那个doesn't affect us，是从开始的十分钟下雪，因为下一大时候我们就开始压。 我们开始带走出去。希望下一次回来还要这样冷吗？要这样冷吗？我还可以吃 strawberry。你下次来一定要去南亚了。Maybe 也可以 stop in 一个 Jeju， 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，所以还可以回来。 啊，想到回去很热，我穿脚了又有小扎毛。想要回去的时候，我的手。那我等下有什么东西吃？拿西罗马好了。不会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西罗马那么美哇。然后我就想，西罗马那么美哇。然后我就想，我爱那里，要去回来。 不行了吧？久久了。有啦，所以你看，你可以外面，飞多少钱？是啊，外面买，外面买，外面买，有什么？不一定，好像六百多了。然后不要喝那么多juice。那你回去回去，不要告诉我，不要跟你妈讲说我们。好了，我回去要吃斋了，我要开始借口。 我们现在买的应该一年会有，有啊，已经有啊，应该有。我只是。
来你刚才有吃到那个很好吃的那个快餐，因为我们看了很久，觉得那个 last meal 还蛮好吃的，觉得 worth it worth it。虽然我们早餐那堂课不是很重要，但是 OK 啊，不太好吃。对啦 ，at least is 哎啊，刚才立川问我，我们有没有吃到新加坡吃得到东西？我没有，所以我们这九天都吃了，只有这边吃得到的东西。有啦，那个什么鱼呢？鱼啊，那个是新加坡吃得到。那个食材。哦，我们要去吃西粉，太累了。釜山不行啊，小孩子。What was annoying was when the gas rate was really high. Okay, 好了，就这样子。And I had to pay like 5 bucks, so like 480, and now it's.